人声鼎沸，人山人海，道路被挤到，谁卸不通？摊贩生意苍苍棍，烤香肠、挂包，还有这个油饭，这些美食通通吸引了不少民众排队来积极舞脏庙。这里是苗栗苑里镇市场，每逢农历七月二十九号，都会举办普渡。而最初是菜市场的摊贩在办，但是因为人潮后来越来越多，又有晚会的表演，最近这三十年来吸引了大批的摊贩进驻，发展成为夜市因为一年才开这么一次，每年这个时候，苑里就会涌入大批的人潮。就还蛮热闹的这样子，对啊。每年都会来参加。对，几乎。都哪里来？彰化。彰化过来啊，怎么会来这里？来逛夜市。来逛夜市。很厉害，感觉怎么样？来的感觉怎样？就人很多啊。很多摊贩啊。